持机壳外部清洁，一级过滤网，每半个月或累计运行时间200个小时要清洗一次。二级过滤棉，每隔一月或累计900小时要清洗一次。如果滤芯发黑，不管使用长短，都应当立即清洗或更换。湿化瓶中的水每3天要更换一次，湿化瓶每周要清洗一次，吸氧管建议每天清洗一次，每2个月更换一根。